声音，怖いね。好，放进去，放进篮子。泰迪熊的身体被塞进了篮子里，某处传来了钥匙打开锁的声音，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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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他刚刚动了一下呢，感觉位置好像变了。两只泰迪熊都在篮子里了。墙壁上有个红色的掌印，哎呦，他动了耶，好酷哦，かっこいいだね。哦，又跳出来了一个可怕的熊掌印，你想要把我吓死哦？别白呢，阿加奈。阿加奈，哦，阿加奈，飘飘啊！啊！啊哦，掉下来了什么？泰迪熊的手脚掉到了地上，拿走。哦耶，被剪刀剪掉的东西里面夹杂着血和肉。得到了，门打开了。吓死我的猫，吓死我的猫。这是什么？试毒吧，试毒毒。排列上架子上排列着红酒酒瓶，窗外一片漆黑。可以推，这可以推的意义是什么？哦 ，I don't know， 这个是什么？咕咚！哎呦，哎，有门呢！突然之间多出一道门，别吓我啊！真是的，别从奇怪的地方出来啊！别从奇怪的地方。厨师很忙，去帮他的忙吧。厨师很忙，有个暖炉，什么也不做，窥视里面，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呜，漆嘛黑，感觉好恐怖。里面除了煤烟以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是什么？黑黑的甲虫王者，烂掉，不知道是什么。窗外一片漆黑，这是什么？这是厨师吗？厨师儿，厨师儿，跟我战斗吧！排列着餐具、杯子和调味品，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是什么？这里有本书叫做《贵族的餐桌》，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身为统治阶级和富裕阶级的人们非常喜欢使用银质的餐具，以使用这些经过修整且珍贵的银质餐具以及雇佣下人来向世间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另外，银质餐具遇毒会产生颜色上的变化，有着防止被毒杀的作用。好酷。有个看不见的人搭话，安安啊啊，忙死了忙死了，帮忙啊啊，谢谢了。被看不见的人抓住了手腕，手腕被压在了砧板上，懂，正好有点人手不足呢，人手不足，哎干，哎，何苦呢？你手不足关我屁事，你不会切自己。搭话，什么也不做。搭话，什么也不做。哦，看来不能干嘛。锁着打不开。阿刚叫我试毒，空了茶壶和茶桌。这里有这个头盖骨形状的容器，里面盛着颜色诡异的汤，喝喝看。算了，当我白痴吗？这种东西，你以为我会喝？但其实我有一点想喝、啊，试毒吧。他是叫我弄出什么银色的餐具，然后去看看里面有没有毒，是不是？啊，就没东西呀、啊，大哥，哪里有什么银色的餐具？泰迪熊的手脚，嗯，我知道了，给你这个。啊，谢谢，正好有点人手不足呢，作为回礼给你这个。得到了银钥匙，银钥匙，散发着银色光辉的美丽钥匙。原来你要泰迪熊的手，好了，好了，给你。用钥匙开门，完全不合啊！掉下来了大量的，这到底是什么？老鼠吗？还是不知道？哎，大哥，这个没有用啦！什么银钥匙？这可以拿来干嘛？拿来银钥匙，银钥匙也可以当做试毒药品吧？试试看啊！把钥匙放进汤里，用钥匙敲击容器。我要，我要。康发出了金针，康，像康康康会不会跳出什么东西来咬我？好，
进去了。放到汤里的药匙变成了黑色，嗯，有毒哦。刚刚那个黑黑东西，看一下有什么。里面除了煤烟以外，什么也没有。哦，掉下来的，什么东西？酒瓶破掉了。好，这样就解释了。这边呢，伤痕累累的砧板，生锈的炉灶。哎，书还盖起来呢，踩蟑螂。哎，蟑螂，就进来。门打开的，哦，哦哦哦，红衣小女孩，这样的好像雨露。哈妞，这里是哪里？猫咪，这里有个猫的装饰品，开玩笑。有个吃着长江的盔甲，似乎随时会动起来的样子，装饰着墙位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好，来到了一个黑暗深处，蜘蛛网结在破破烂烂的柜子上，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推开。蜘蛛视力不佳，连颜色都分不清楚吧？分不清楚，你给我的孤独。啊，人在军中久了就开始变，唱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歌，真是太恐怖了。有一只蝴蝶在讲了蜘蛛，又有蜘蛛网，一定是把那个蜘蛛拿下来，把那只蝴蝶拿下来，就会有蜘蛛冲出来咬我。以为我不会玩哦。门上写着小小的一行字：救救蝴蝶，救救蝴蝶，救嗯。玻璃橱里放着一只蓝色翅膀的蝴蝶模型，拿走。玻璃橱很结实，所以拿不出来。哦，咚咚。发生什么事？装饰着一副完整毛线球的白猫的画。嗯，蝴蝶模型拿不走。这边好像一个蜻蜓，或者有一个像人类铜炉一样的东西，玻璃裂开了。嗯，怪呢。怪哦，怪哟，怪哦。来到了神奇小书房，这里有个看不见的人搭话。啊啊！书本整理的真是不顺利啊，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捆绑的东西吗？被放开的动物图鉴，放置着植物图鉴与被揉成一团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书。嗯，书。哎呦，吓我一跳，这个是什么？墙上涂满了红色的东西，吓了我一跳，吓了。这是什么？夹着一张旧报纸。叉月叉日，在叉叉叉区，叉叉先生的宅邸被完全烧毁了。从火灾现场发现的叉叉先生和妻子叉叉小姐的遗体，遗体上有刀伤，似乎是谁将两人杀害后在房子里放了火。此外，事件发生后，叉叉先生的独生女艾琳当时七岁，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下落下。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用啊，这边是要干嘛？这里有本书叫做《魔女之家二》。魔女之家会因为魔女的力量而改变模样。这里有本书叫做《魔女之家一》。魔女之家的门是没有办法用钥匙打开的，真正的钥匙另有他物。然后我刚听到那种奇怪的声音，哦，国外呢？这边有本书叫做《笑话》。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有钱人用推车运送着大堆宝物。车在森林里突然坏掉了，这时一个猎人和一条狗正好经过这里。有钱人拜托猎人暂时帮忙看管一下推车，猎人答应了，有钱人就去找代替的推车了。在这期间，猎人便看守着宝物。不久到了晚上，猎人开始担心起一个人在家的老母亲，于是猎人就让狗看管着宝物，自己先回家照顾母亲去了。有钱人回来后，见到狗一直看着手推车，于是有钱人就让狗叼着一枚银币作为对狗的主人的奖励。狗跑回家把银币交给了主人，见到这一幕的猎人非常生气，我让你看守手推车，结果你居然偷了个银币回来，猎人就把狗杀了。就给啦，还不是说我在笑的啊。哦，这椅子会笑哎，好酷、哦！什么烂东西？哦，
一跳，镜子上有裂痕，照了自己之后就出问题。好，这房子还真神奇，椅子竟然会笑，嘎咕伊呢，嘎咕伊，里面有张纸条，能够捆绑的东西在桶子里面，在桶子里面。装饰着在河边撑着阳伞的女性的画，女性的画。小小的书架缺了一本书，缺了一本书，你缺了一本书，在桶子里面，所以我们要去找找桶子，是不？找找桶桶，找找桶桶，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跟我的心一样，已经什么都没有。桶子里有一条绳子，得到了绳子。绳子，哎呦，发生什么事？我唰了一声。绳子，安安，给你绳子啊！要把那个给我吗？给你，谢谢。这个给你，得到了读了就会死的书。哦，为什么这地板红红的？点点点，奇怪的家伙。哦，盔甲先生，你要去哪里？盔甲先生，你怎么跑了呢？盔甲先生跑掉了，好像光看封面并不会死的样子，读了就会死的书。看，这游戏有点邪门，不要读好了，妈读了真的死了，我就亏大了，我就亏大了，所以我要把这个放进去嘛。哎哎哎哎，干！读下去了，应该不会死。干，好像死了、欸，哎、啊，真的死了，什么烂游戏？等一下啦，我是要放书进去，要怎么出现读不读？奇怪、欸，有啦，这里了，把书塞了进去，能听到玻璃橱的盖子脱落的声音。真是莫名其妙。嗯，有杀气。嗯，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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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哦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吓死我了！拿回来，莫名其妙。好了，蝴蝶的模型，所以我是要去跟那个蝴蝶做交换，就是千机给他，我会，我会放回去。好，这样子应该就没事了，是吗？哦哦，吓我一跳，破了洞。叮叮叮，蝴蝶从手心飞起，穿过墙壁的细缝飞走了。某处传来钥匙打开锁的声音，好，过了，哦哦，吓我一跳，哈哈哈哈，是个神奇小旗子，诡异的摇曳着，摇曳着，摇曳着，哦，好多棉被，棉被儿，哦，这个是 ，What's this？ 呀，呀 ，It's me， Mario， 这个是什么？墙上涂满了红色的东西，哎、欸，我好像记录太多次。这游戏有没有看评价？应该不会有吧。喂，哦，哈哈哈哈哈哈，哦，哈哈哈哈哈，看，哎，哪里来的刀子啊？我知道了，未卜先知。喂，哈哈哈哈哈哈，阿玛伊呢？一个麻袋，有个破洞可以看到里面。里面有只猫的尸体，猫猫，猫猫，猫猫，哎、欸，猫呀！ Yeah， 对了，这房子可是魔女的家了，知道了吗？啊，是吗？是魔女的家，魔女的考验。喜欢青蛙吗？摇头。奇怪的青蛙。说着，打不开门。一座小小的桥，看向远处，能看见一个像拉把一样的东西。观察桥梁，只有一只脚的宽度，似乎加上一点重量就会有随时崩塌的危机。尝试，看，先去拿青蛙。点头，
阿斯青蛙叫。